有这么一个神奇的装置，它波动一下就能从螺旋状变成松果状，不仅像变魔术，对强迫症来说简直治愈。这个视觉装置名叫 Helicony， 人利用了菲纳奇数列，拥有黄金分割的比例，每一片木板的间隙都相当细腻，从而产生依次排列的视觉效果。